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戴。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正牌的勾对角。那就是你在手伸出去的时候，在你的身高的地方不要过高，对，也不要过低，然后就在一个比较适当伸出去的位置，然后在球落下来的时候，用你的手腕去转动，把球打在球的侧边，把它带过去对角。我现在示范给你们看。好的，有看清楚吗？